我们空大的，我们徐主任，我们这个校长刘校长，我们这个澎湖科大王校长，还有在座的叶子超叶校长，和那个方博士哈，等等几位贵宾，还有所有的今天45位毕业的同学们，还有100位我们即将入学的新生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想100是一个非满分的意思，是一个圆满的意思，那表示我们这个高中大学的美好的一个未来。那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，那个人也一直在学习，那救活团也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单位，那我们救活团所做的教育不是在学术上的教育，是大部分是在生活上活动上的一个教育，所以说我们办了有一些很多在品德教育、在学习教育方面的一些活动。紧接着呢，我们也要在今年我们救活团的团庆，也要来办理这个孝善礼的一个宣导践行的一个活动。刚刚县长有提过说，我们现在社会真的是很乱，事实上真的是很乱，大家都只有我跟你的观念，没有我们的观念，大家只有考虑到自己本身，在孝顺方面，在礼貌方面，在善良方面，大家慢慢的越走越偏了。所以说团里面是一个教育性的单位，所以说我们要往这方面来发展，往这方面来这个宣讲，往这方面来教育所有的，提醒所有的社会同学们。那这个今天有45位毕业的同学，毕业并不是说所谓的就是终止的学习，刚刚习主任讲的还可以去进修，我想这个到澎湖科大去读书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我们会里面的同学们、同仁们也有很多人都在空大里面去进修，甚至他们去考证照，我们都非常鼓励他们去往这方面另外的来学习。那我们祝福45位毕业的同学们鹏程万里。那最后就祝我们所有的在场的贵宾，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